位大家早晨啊，星期六早晨啊。咁啊，睇完咧阿仔头之前嗰条片咧，同一条片嚟嘅，沉闷嘅旁述咧，等而家巴巴示范一次俾你睇，咩叫激情旁述，好冇？咁啊，我哋而家今日咧用阿飞咧玩十一级嘅 Mortis 咧，又去屈一屈啲新手啊。咁啊，我哋睇一睇咧个 gameplay 先。咁啊，基本上都好易玩啊，对面系都有个 Mortis 嘅，不过点啊，九级。咁啊，呢个世界系咩咧？越高级咧？就越容易玩啊，系咪？你睇住啊，大家一齐咁捽嘅时候 ，easy 轻松 win 啊！咁啊，其实咧阿仔咧今场嘅录音咧录片啦，咁 Mortis 嘅表现咧就一般般啦。其实我觉得主要系睇咩咧？睇 Bia 个 mid 咧打得唔错嘅，兜住咗中间，你睇下啦 ，OK 噶。又系因为佢 Q 嘅时候失晒位，咁咪先赢到咯。呢一下冇错啦，佢做得啱嘅，行入去。因为如果射嘅话咧，人哋会喺挡住喺中间嘅，做得唔错啊！咁之後點咧？大家其實可以留意翻，唔使睇佢嗰個 Mortis 噶啦，冇意思啊！睇 B 啊，又中啦，準程度唔錯。咁啊，大家有冇發現咧？用 iPad 或者用電話玩個分別咧？我自己個人經驗咧，真係嘅，用 iPad 大 mon 玩咧，係真係會準啲嘅喎。大家如果有其他意見喺 comment， 歡迎講俾我哋聽。呢下啱啱嗰下 Mortis 做咩唔打佢咧？佢話想射死佢。咁咪又系做错咗咯，系咪先？头先仲话教人哋点样带入去，咁又呢下就做得唔好。咁啊，艾德加见到啊，如果对面其实如果队友系用艾德加，你可以估到佢嘅年纪啊，一般都系啲小朋友，咁啊小朋友先中意用艾德加，讲得啱唔啱？咁啊呢下咧就阿 Mia 咧做翻嘢啊，几好啊，唔错。但又射中啊，连续射中几下噶。咁啊阿飞咁啊喺下边失晒位咁，咁因为佢冇血啊，储下血先啦。O K 嘅，咁啊，应该都会死嘅呢下有冇啊？你竟然唔使死喎吓，咁啊呢下都有啲搞笑嘅，就阿 B B 追住佢搏嚟搏去都搏唔到，嗱呢下都搏唔到嘅，咁啊俾佢就坐翻个大先，咁啊佢话呢下想大射，咁啊梗系失败啦吓，咁啊俾人搏走咗，咁啊艾德加同埋三个都仲喺场上边嘅，咁啊睇下嗰只公主咧，公主又咪啱啱死咗，系啦出翻嚟啦。咁啊 ，Mortis 都 OK 啊，即系帮手去扣下其他主要客。咁啊 ，Bia 又做到嘢啦。咁啊，杀埋啦，又杀埋个公主啦，吓 ！MVP 呢一场绝对系公主，唔系 Mortis 啊。唉，呢条片啊到呢度啦。咁啊，希望咧阿仔咧阿睡觉咧越录就越好啦，吓，俾啲心机啊，加油啊！